家里有兰花的，发现其局部生长，可用这种增根助芽型的微生物经济兰陵黄，挤半瓶盖兑于生清水摇晃均匀，浇灌给不生长的兰花。秋季7到10天浇一次，再结合光照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重新恢复了生长。所以每次给兰花浇水，都少不了这种兰陵黄。